讲过声来，好，好不好？你们是欧他还是欧我？欧他，好了好了，那是那个本身有在玩这个电脑吗？是厉害的，还好，但是在这部戏是太酷了，而且你们两位都有过往当时啊，过三位都需要当时，我没有掉，都是两位掉。做新疆的工作，好了，休息前我们来结束，好，先前进两步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下一位是小莫莉。小莫莉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哈。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今天是小莫莉，然后我在电影里面饰演的是罗美美，然后她是一个很单纯善良的女孩。然后他一心就想往演艺圈之路走，然后他在这个戏里面呢，会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发生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支持《功夫高手》。对对，我们一定要进戏院支持一下。哎，小莫莉，你的偶像是谁？我的偶像是鬼哥，在里面。是鬼哥吗？对对对，大家。我以为他的偶像是马可杰斯。这是你的。今天打扮的跟昨天不太一样，今天走的比较像是人家小女孩，不是那种军装穿。